各位长官来宾，还有我们东方国小的老师、小朋友，还有我们社区的关心我们东方国小的人士，还有我们的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好。校长好。校首先要感谢今天太阳公公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可以来我们举办69周年的校庆，请亮点三爱高，请港爱，请对。请等一下哈，那再来向他感谢啊，因为今天在我们彰化县有大概120左右的学校在办校庆，那向我非常感谢那个司令台上的这些那个西中的哈，阿哥你家呢哈，那谢谢哈。好，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啊，谢谢，我们谢谢这些校长和这些家长会的啊。我们东方国小有非常优良的传统，我们有。活泼可爱的学生，有认真教学的老师，还有对马其顿就西雕的那小科委人士，还有我们强大负责的行政团队。那当然，今麦整天在感恩积极的行政家长会成员哈，感谢我们家长会哈。那东方国小从郑校长去年2月上任以来。那梁校长送我一个很大的礼物哈，就是我们校门口的铁卷门跟守卫室哈。那也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给我们经费，让我们幼儿园增加一班哈。那还要感谢民意代表议员跟立委们协助我们东方国小经费的一些支持。那刚刚有讲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会有专彰化县。北彰格林南五高通车赛基彰安国中哦，那也要感谢我们彰化县政府的协助跟关心哈。那校长在这里一个非广告，因为今年是我们69周年校庆，那明年是我们70周年。那在我们的校门口啊，有一个校友会的招募摊位。那各位家长，那各位社区的人士哦，如果你是我们东方国小毕业的校友哦，拜托去我们校门口哈。画个押，参加一下我们的校友会。那明年我们将来成立我们的校友会的成立大会。好，那最后这样祝福我们所有的与会的来宾跟我们的老师、家长还有我们学生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校长给我们的勉励。好。小朋友，如果你里面有穿短袖运动服的，你现在把你的黄色的长袖运动服脱下来啊，才不会那么热。校长那一天不是告诉你们今天天气会非常好吗？早上有比较凉一点啦，因为他们都很乖，都听妈妈的话，也听老师的话啊，表示我们说东方国小的小朋友每个都很乖巧啊。如果没有穿的，你就稍微忍耐一下啊！那衣服可以交给你们老师啊，可以交给老师或是家长啊。快点，还有30秒。